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谢谢强哥在纽约，兄弟们，现在直播间1分50秒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。现在只有3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中奖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！想参与，抓紧时间参与一下。我啥也没买呀，那肯定不是我买的，全军你买的吧？干嘛？就是你买的，不是我买的。一会儿我们看到底是谁买的。还有1分钟，兄弟们，下次一定。有些兄弟总是喜欢挤在一块儿来抽一波奖。像这种没什么人抽的奖，我跟你说，你抓紧时间，别到时候下一波抽奖人又特别的多。肯定是他买的，不可能是我买的，都没东西买，都买啥呀？还有40秒开奖啊，最后40秒了啊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还是1/3的中奖概率。这小子行了，我开地板，抽一下吃药，打眼，开地板，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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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，平 A， 一闪接点烟。走位，大爷，19滴血，亮牌是吧？行，谢谢无敌，感谢文思修恰恰要上的影子落。你可以杀我，可以骂我，可以打我，但是你不能在我面前亮牌，明白不，小犊子？这一把你们一定赢不了。我蓝莲汉就在这里告诉你，你一定赢不了。你看这边就6个人参与了抽奖，控住，推不进来，再抽，再来，我有饼干，没关系。等一会儿啊，等个4级。炮车，不是我的吧？哎呀，好吧。
回家出小鬼叔，不推了，湮灭宝珠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没明白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扛兵，扛吧。扛吗？啥意思？我都没明白这干嘛呢？这是干啥呀？这你等我到六的啊！把药吃了。哎，是真烦，差一个兵，我操！这个兵就一直不死。哎呀，最后那塔还砸他一下，还不是打兵了？要不然早就把他杀了。有个小饼干，别着急啊、哦！上波就应该杀了，其实玩的真是有点烦。他妈回着回着又回上来了。回家了，不能再耗下去了，再耗下去我们在这就耗完了，你知道吧？回家都回家以后出来把他杀了。上波升六升的太慢了，那小兵没死，你知道吧？我就等那个塔砸那个小兵，就最后一下啊，那没砸那小兵，砸了一下碗豪，然后没蓝了，没升级，他他妈去吃了狗屎，没打死，哎，烦死了。真是狗屎运。两盘来，我杀你一回，我亮一回，你等着啊！我让你亮。
enemy has been slain. Aha! 你可能没听说过一句话。别野你不该野的人。我直接鬼输。我直接鬼输出完以后再出暗夜制造者。啊不对，暗夜收割者。我都不先出那暗夜收割者，我先出鬼叔，我跟你打对线，我今天不把你给你杀穿了，得让你知道花儿到底怎么是盛开的。来跑，来跑，往哪跑？回家，先出法穿海。我今天打你，我就针对你出装，我都不杀别人了。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告诉一下队友啊，他近乎应该是去中了，我估计。他人没了，80%去中了。看看峡谷打没打啊？在这打峡谷了，来，喜欢打峡谷啊，喜欢打峡谷，来打，真好，打峡谷，来继续把峡谷打掉，别放，不合适，他就一滴血，哎呀，那就这么一点血，你放它干嘛？这还用峡谷先锋吃啊，大哥！你去吃中路塔不好吗？我的妈呀，这塔两管血，你还用峡谷先锋还吃一下呢？我是实在是没想到。抽凯隐啊，别让凯隐赶上。你上去干嘛？把他抽了得了。哎，叫人是吧？可恶。有人儿，怎么屁股后头出来个火蓝呢？这火蓝不下路好好辅助的，你跑上路干什么玩意儿了来呢？
来跑来。好，这往哪跑？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？在我这亮牌啊！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，把蓝拿了。给个蓝行不行？老蜘蛛，老蜘蛛，我的蜘蛛大哥，漂亮！我的蜘蛛，往这走来，兄弟。害怕不？走，找着晚豪的，还跟我俩出血色之印，你是真厉害。要不我把这凯隐杀了得了，算了，我还是杀这卢仙吧。操，这怎么能空了呢？这我是真是没想到啊。别打他小子，距离不够啊。走去上路杀这板猴了。来跑，好，杀我的亚索，那那么多小兵呢，他不风筝死你。走回家，黑夜收割，暗夜收割，我们需要一个杀银叔了，现在。是的，是的，石头人也说是的，我们需要一个杀银叔了。直接上去杀他。别投降了，哎，人头没想到，有点烦。我们杀人时候一层，呀，这凯隐怎么回事？凯隐，哦哟，有点厉害啊！这还是个另类凯隐，我天哪，这还是个咳血战斧的蓝凯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！那是不是左边的俊夫过来找我来了？亮个牌。嗯，找我来了。我帮你收一下这火蓝。上了。我帮你把这个禁夫给他抽死，还让我打蓝，我们家蜘蛛都要死了，还让我推中塔，你这人是何居心啊？你是卧底吧你？谁搁那一直要点中塔？仙灵女，你像个傻子似的。那蜘蛛都快死了，还让我去。还让我去拆中塔，
小黄毛应该是吵架了，我估计。壮士，壮士，给你个嘴巴。回家，美甲的窃魂卷。小黄毛要送人头啊！让我扣一下来。让我扣一下，没关系。再让我扣闪现，我还有大的。没法上啊，这咋上啊？火蓝死了，我们去把小黄毛杀了。咻躲，你上。我没法上了，我只能一下大杀。哎呀，好重哟，这没中。凯隐有点猛啊！哇，这凯隐太猛了，他把蜘蛛给秒了。我们美甲的窃魂卷，配个猫子，再配个法穿棒。关键这凯隐还是个咳血战斧的凯隐，你知道吗？还是个另类凯隐，区区这么高，这区给寒冰给弹死，好弹，好弹。零利润，怎么的？这要打大龙？哎呦我靠！你们要打大龙，经过我允许吗？没有。嗯，好像没有经过我允许。哇，这流仙，这流仙，走呗！哦。这凯隐没死，这凯隐怎么大影魔刀都有了呢？这也打不动啊！我们的美甲窃魂卷零了，零了。等一波抱团，让艾瑟把凯隐杀了就行了。我们现在打不动凯隐，想直接大凯隐不行，你知道吧？走，打大龙去。一这送头都赢不了，你看拉倒。那凯隐杀16个，打的你来我回的不很正常吗？干啥赢不了啊？因为啥赢不了啊？我们就菜成这样呗，就有人送人头都赢不了了。
那人一个要打五个。我就不放大招了啊，放大招有点浪费，不合适。谁让你守塔的？谁允许你在这里守塔的？兄弟，找 EZ 叠书太慢了，四层一个，来给我崩这儿吧。仰卧起坐呀，关注我的身体了，快给我打死他。开基地也行，那牙怎么搁那遛弯儿呢？老大爷，您在这锻炼身体呢。确实是行啊，完了还投降，行，兄弟，我算是明白，我刚才看着亚索的操作明白了一个词儿，叫气急败坏，我算明白了一个词儿。把这火蓝给杀了啊！要杀俺们家寒冰呀，还被他给杀了，我是真是没想到的。俺们三个打四个打一个，我打死他！给我杀他！哎，不管了，直接推基地也行，兄弟，不用管了。你弄吸血，我吃一口。别着急啊！别着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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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别急，你不要着急，你知道吗？你别急，你急肯定是不行。我们没有后续伤害，怎么秒个火蓝那么费劲？冲魔杠了？啊，这火人十四，走，把机器拆了去。别杀了，快推！你那啥了？你下鱼丸了？你下鱼丸可以，但是。